请掀开经门，323面，323面。哦，232面，232面，倒数第三行，从当中睇起，倒数第三行，此人既闻此显彼幻，即自正当身心。决定寻道直进，不生疑怯退心。寻日讲到呢个地方，接住往下睇，或行一分二分，东岸群贼等换言。仁者回来，此道险恶不得过，必使无疑。我等众无恶心相向，此人虽闻缓声，亦不回顾，一心直进念道而行。虽如即到西岸，永离诸难，善有相见，轻傲无疑，此事如也。这个比喻讲到这个地方，这个下定决心求生净土的这个人，信心坚定之后，大师在这里讲，或行一分二分，这个意思就是讲自行修行。虽然修行功夫不是很深，这个时候魔来扰乱，东岸，东岸是娑婆世界，这些这个易解易行之人，或是佛门不同佛门的人，或者不是佛门，一些外道，他们来阻扰，这个比喻就是阻扰了，劝你不要念佛求生净土，劝你不必，这个世界亦不错，亦好好，亦好值得留恋的，所以劝他回来，此道险恶不得过，必使不疑，这个是指念佛这个道，念佛求生这个道，这个道不会成功的，哪有一句阿弥陀佛就能够成就的，这个是不能相信的，总是用种种方法来劝你回头。咁讲呢个世界，赞叹赞美呢个世间，或系赞美人间，或系赞美天上，呢、这个就系说明无恶心相向，劝你回头啦，不必迷信净土，不必咁样做。咁呢个人呢，虽然听咗咁多人喺呢度障碍佢，佢亦不回头。对于呢个
世间对于一切不同这个解行的这一些人啊，决定不动摇，还是一心念到底啊，那就啱了。实在这一件事情在过去净土圣言录往生传里面记载得好多，那个是古老时候念佛的往生成就的证明，即使在近代我们亲眼看见的、亲耳所闻的，全都是事实，的确亦不在少数。凡是真正往生没有其他的秘诀，就是一句阿弥陀佛念到底。好像谭虚法师讲的那个帝老的那个蜗牛像徒弟啊，什么也不懂，就是一句阿弥陀佛念了三年，人家就真成功了。这个值得我们效法的，值得我们学习的。底下讲，虽如即到西岸，这个西岸就是比喻西方极乐世界，虽如是很快就到达了。即使我们一生念了二十年、三十年，亦是虽如之间，过去生中无量劫来，我们修学都未能够成就。不能成就的原因，就是被这些人障碍了。这个是真正要讲的。咁生到西方极乐世界，永离诸难，真正达到诸佛如来教化众生离苦得乐的目的，这个才真正达到。往生决定不退转，决定一生圆满成佛，善友相见，这个善友是指的阿弥陀佛。这个见到阿弥陀佛观音世智，见到西方极乐世界诸上善人，庆耀无疑啊！庆是庆幸啊，耀是快乐。这种庆幸快乐，我们无法想象，亦无法形容。不但自己庆幸快乐，佛同拜众同样为你庆祝，这个是真正得永生啊，真正
功德圆满了。比喻后面是法合，比喻的是什么呢？其实我们前面都讲出来了，底下这一段文念念就好了。次第二段，合于者言东岸即如此娑婆之火宅也。火是代表烦恼，代表着苦啊。佛在《法花经》上跟我们说，三界火宅，三界就是六道，三界道不安。譬如这个房屋烧起来了，虽然还没烧到你，但已经很快了，是这个意思。欲界三种苦具足，苦苦、坏苦、行苦，这三种苦具足。色界天虽然没有苦苦，它有坏苦、有行苦，到无色界天，这个是我们凡夫最高级的。这个高级凡夫连身体都不要了，我们世俗人讲的灵界，这个灵界没有身体的，只有神识存在。我们俗话讲灵魂，神识存在，他当然没有身体呢，就没有坏苦了，但是免不了行苦啊，这个都麻烦啊。所谓行苦啊，就是他这个境界不能永远保持，他还是会失去的。那这个就是定功长短的问题了。最高的飞上飞飞上天，寿命八万大劫。这个八万大劫实际上就是他的定功。他这个定功入定能够这个支持八万大劫这么长的时间。但是定功失去了，那他就又要随业流转，这个就很可怕了。这个天升到顶点了，那一流转当然就往下堕落。各位如果读楞严经，你就明白这个事实，堕落得很可怕。为什么呢？我们俗话时常讲，爬得高跌得重啊。他这个一堕落就落到地狱，从最高的地方落到底谷啊。为什么会堕落得这么深呢？其实这种修行人产生了严重的误会，他误会这个四空天就是大涅槃的境界，他自己认为他成佛了。这个在佛门里面叫增上慢，就不是真正有一种骄慢之心，是他错认了，将这个境界当作如来涅槃的境界，误会自己成佛啦。成佛不生不灭噶啦嘛，到定功失去咗又要堕落啦，于是乎佢就怀疑一切诸佛所讲嘅系假话啦。你睇，我已经入大涅槃啦，佛讲不生不灭，
我而家仲有生灭。呢一个念头一起，谤佛、谤法、谤僧，毁谤三宝，罪业喺阿鼻地狱啊！系咁样堕落落嚟嘅，所以三界都苦啊！三界之中决定无乐，世间人以为有乐，其实是那个苦暂时停止了一下，就以为乐。其实这个乐的时间非常短暂，真的苦多乐少啊，苦长乐短，这个是事实的真相，我们必须要认识清楚，这个是我们现前生活的环境。现西岸者，即如极乐宝国也。比喻里面讲的西岸，就是指西方极乐世界。现群贼恶兽诈亲者，即如众生六根六色六尘五阴四大也。这个是我们内边生死烦恼的根源。六根是我们的身体肉身，我们有这个身体。六色是妄心啊，迷失了真相的这个心，我们现在用的心叫六色心，分别执着。六尘是我们生活的环境，我们六根所对的眼见色、意闻声、鼻闻香、舌尝味，这个是我们生活环境，六尘的环境。五阴四大是说明这个生物的真相。现在科学家亦是这样的分法，一个分作精神，一个分作物质。在佛法里面呢，讲色心，色就是今日科学家讲的物质，心就是现在人讲的精神，五阴四大就是讲的物质和精神。现无人空回宅者，这个就比喻即如上除恶友，不值真善知识也。这一条是我们或者是往生，或者是轮回重要的一个缘。你遇到真善知识，咁就好幸运啦，呢一生就往生，脱离六道轮回。如果遇到恶友，咁就係永远轮回六道啦。缘唔容易遇到啊。俗话常讲，可遇不可求啊！凡是能遇到的，
讲实实在在的吧，都是过去生中，就好像佛在无量寿经上，在金刚经上所讲的无量劫以来的善根福德善缘的成熟，我们遇到了，虽然遇到就好像大师在这里的比喻，水火两河当中的四五寸的那个白度啊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无始劫以来贪嗔痴慢的习气非常重，往往这个习气呢将我们这个善缘障碍住了，这才叫可惜啊。善知识是指遇到一些修学大成的大德，无论是出家在家，善知识真善知识是遇到一个真正修往生经的这个人，这个人是真善知识。善知识讲实在话未必保证这一生能脱离轮回，遇到真善知识，那你这一生必定永脱轮回，所以他这个善知识上面加一个真字，这个字不能忽略的，这个就是专修往生法门的这个善知识，称为真善知识。言水火二河者，即如众生贪爱如水，嗔畏如火也。言中间百度四五寸者，即如众生贪嗔烦恼中，能生清净愿往生心也。这个是听了善知识教导你发了一些心，想求生净土，发了这个心，乃由贪嗔强固，毕竟这个贪嗔痴慢的烦恼与生俱来，习气好重啊。即如如水火，善心微固，你这个发这个心求往生这个念头好微弱，如如百度，又水波常湿度者，这个四五寸的百度时常被水浸了，又时常被火烧了，这个比喻呢如爱心常起，能厌污善心也。真的想做一些好事，忽然贪心起来了，又舍不得了，这个就是你那些善心呢被水淹没了。火焰常烧道者，即如嗔焰之心，嗔是嗔畏，焰是焰气，就是讨厌，这个心呢能烧功德之化财也，收的一些些功德嗔畏心一起全都烧了。那从这个比喻当中体会这个事实，
见后至知道，修行难易，原因到底喺边度？现人行道上直向西者，即如回诸行业直向西方人。这个就是修行人真正将理论事实真相都明了了。一心一意求生净土，自己丝毫善根都乐意回向求生净土。现东岸问人声劝显，寻道直西进者，这个即如释迦而灭，比喻这个释迦牟尼佛已经灭到后人不见，所以见不到人，听到声音，又有教法可寻，即如之如声也。我们读了经，佛在经上教我们这样做，就好比听到声音没见到人一样。现或行一分二分群贼等换回者，这个就是比喻即越别解别行恶见人等妄说见解跌相或乱，这个是一种障碍。第二种即自造罪退失也，是自己烦恼习气太重。虽然念佛，虽然发愿求生，恶习气除不掉，这个造成往生的障碍。现西岸上有人缓者，即如弥陀原意也，这个就是阿弥陀佛四十八愿本愿功德的加持，法来接引。现虽如到西岸善游相见起者，这个就是我们正话所念的，这个是比喻。即如众生久寻生死，旷劫轮回，旷劫是大劫，无量劫，轮回生死，迷倒之前，迷惑颠倒，自己缠缚自己，无由解脱，无办法超越轮回。仰蒙释迦发显，发是发起，显是送我们到西方极乐世界，就好比是本师释迦牟尼佛保送我们到西方。这个三经就是保证书啊，依照这个修行，就是释迦牟尼佛保证我们往生西方。又正弥陀悲心召唤，西方世界阿弥陀佛以本愿功德加持接引我们，今信信而尊之矣。这两个字非常重要，一定要相信，一定要顺从。就好似大师在前面跟我们讲的，佛在三经里面，或者是包括祖师加入去的五经，五经都可以遵循，经上教我们做的，我们一
定要做到。经常不准我们做的，我们一定要禁止。这一生自由出来的希望，如果不能信信，那就不是真正的佛弟子，不是真佛弟子，那说得不好听就是冒充佛弟子，这个罪过就非常的严重。如果自己欺骗自己又欺骗人家，必堕三途。所以这里面事理真相我们都要将它搞清楚搞明白，一定要信信而尊。这个而尊就是释迦牟尼佛、阿弥陀佛，信信他们的意思，信信他们的教导，不顾水火如何，自己纵然有习气烦恼不紧要，如果烦恼习气没了，那何必往生呢？那你已经成佛了。所以念佛人烦恼习气时常现前，这个是一个自然的现象，不要害怕。要怎样对付呢？烦恼习气现前，不要理他了，将精神意志集中在佛号上，这样就对了。如果念佛还止不住妄念，读经，读经可以将妄念止住，因为读经一妄念经就会念错。这一句阿弥陀佛，阿弥陀念成习惯，一面念阿弥陀佛一面打妄想。但是读经呢，妄想就比较上容易将它制住了，所以就用这个方法。如果昏沉，昏沉亦是个烦恼，虽然没有妄想，精神提不起来，这个念念就黑暗瞓了，念念就累了，这样的情形真的累了，就休息一下不碍事，休息好了再念，这个是一个方法。另外呢，并不是没休息好，而是精神提不起来，这个我们可以换个方式，绕佛念，绕念或者拜佛，这个好，拜佛身体动作就不至于黑眼瞓了，用这个方法来对治这个昏沉。宗旨决定不离开阿弥陀佛，念念心里面有佛，这个就对了，这样就对了。念念无为，那就符合大势至菩萨所讲的正念相继了。成彼愿力之道，彼是指本师阿弥陀佛四十八愿，愿愿度众生成佛道。不但成阿弥陀佛的愿力，亦成本师的愿力。本师的意愿就是希望我们念阿弥陀佛求生净土。不但是成本师的愿力，同时亦成十方一切诸佛如来愿力之道。为什么呢？
十方一切诸佛，无一尊佛唔劝人念佛求生弥陀净土。所以呢个比呢个字啊，里边嘅境界广大无边啊！舍命以后得生彼国，我哋喺呢个世间寿命尽咗嘅时候，一定往生极乐世界，与佛相见啊！呢度第一个见到阿弥陀佛。然后在西方极乐世界，你有能力见到尽虚空遍法界一切诸佛如来，那这个兴起真正是何极啊？这个是比喻，我们将比喻和比喻的讲法呢都念过去了。再看下面这一段，下面这个三行非常要紧。又一切行者，这个一切无论你是在家出家，无论是男女老少，无论是老修新学，是老修行的，或者你是初学的，这个一切行者就全部都包括了。下面是教我们怎样的修法了。行住坐卧，这个是讲我们身体这一日到晚总不外乎这四种方式。一个是你走动，你在走动，住是企住，或者是坐住，或者是蹦住，总 不超过这四种。这个叫四威仪。三业所修，前面讲过了，身专礼阿弥陀佛，礼拜是身业，口尊称阿弥陀佛，清明念佛的名号，心呢尊想阿弥陀佛。这个三业所修，无问昼夜时节，这个就是相续。我们清念口清心想不间断，日夜不间断，常装此解，常装此想，故名回向发愿心。这个是教给我们怎样修学回向法缘，这个就叫回向法缘。同修呢要知道，这两天我还遇到几两个同修来跟我讲，一个呢要去拜大悲忏，一个要去放焰口，乜嘢原因呢？感觉自己业障太重啊，想拜大悲忏放焰口消消业障，
呢个系佢哋唔知道啊！烧业障最殊胜、最有效嘅方法，念阿弥陀佛啊！三业专正，咁叫真正烧业障。拜一堂大悲忏，你烦恼系咪少咗啊？放个嫌口系咪嗰个妄想就放掉啦？假如烦恼少咗，妄念冇啦，这个就好有效啦，这个业障就冇啦。乜嘢叫业障啊？业障就系妄想烦恼，所以你去试下睇啦，边一个方法能将烦恼同妄想消除？专正念佛，念佛仲怀疑，这个就系怀疑啦，唔相信怀疑呢个法门可以消业障。所以仲要去拜大悲忏，仲要去放焰口。焰口是乜嘢？焰口是请鬼食饭，是请客啊！焰口同大蒙山、小蒙山都是请鬼食饭，所以要知道这个。这个里面消业障是消什么业障呢？跟这些鬼有冤业，从前有对不起你的地方，现在我请你吃一餐，希望你原谅我，将这个误会恩怨同他化解，消这个业障。所以各位要懂得啊，所以那个施食焰口是施食，蒙山亦是施食，请客啊。我哋人间亦系咁样，有时要拜托人，亦要宴会请客，咁就系放焰口。蒙山施食就做呢个事啊！但系嗰个基本嘅呢、这个真正业障嘅根源系烦恼，系妄想，烦恼妄想要专修，要专精。咁就好有效啦！果然我哋照经典嘅理论方法嚟修学，三个月到半年就有效。点解呢？心定，心如果定落嚟，妄想就少啦，烦恼就轻啦，呢个业障消除，马上就见到效果啦。所以祖师在这里一再跟我们说，一切要从真实心中作，唯有从真实心中作，才能见到效果。而且这个法门很快就见到效果，有宴回向者生彼国耳，还起大悲，回入生死，教化众生，亦名回向也。这个是回向的第二个意思。生到西方极乐世界之后，以大悲心怜悯这个十方世界的罪苦众生，尽心尽力去帮助他，所以这个是倒驾慈航，这个也叫做回向。这两种回向我们要懂，两种愿心我们都要发。后面这个是总结，三心寄具，具是具足，至诚心，心心回向发愿心，
你三心都具足了，无行不成。世尊在本经里面将大菩提心为我们讲出了，一切大乘佛法都建立在大菩提心的基础上，所以无论是参禅亦好，学教亦好，学物亦好，念佛亦好，如果三心不具足，你的修学就注定不成功了。所以参禅不能开悟，学教不能大开圆解，念佛不能功夫成篇。原因在哪里呢？这个三法心有问题。所以佛在前面讲，这个三心是我们修学的正因啊。可见得它非常重要。在净土里面讲，愿行既成，若不生者无有是处也。你有求生的愿，又具足大菩提心，又能够正念相继，那哪有不生的道理？决定得生净土。由此三心亦通摄定善之意。咁呢个三心呢，虽然佛系喺散善里面所讲嘅，呢个系善道大师将本经分为两个部门，正中分呢两个部门，一个定善，一个散善。定善是观想念佛，散善是持这个是讲的九品，三辈九品。菩提心是在这个地方讲的，亦通摄包括前面的定善。没有菩提心，定善亦不能够成就。换句话讲，你修观想念佛、观像念佛都不能成就。在这个地方我们简单做一个总结，求高深的佛果。西方极乐世界是属于最高深的果报，最圆满的果报，最真实的果报。一定要如理如法，要同理论相应，这个是如理。要同经上所讲的方法相应，这个就是如法。当然它需要具备非常深厚的善根，这个是修行必须具备的基本条件。
这些条件，我们在座的同修人人都具足。如果不具足这些条件，你就不会有缘分读到这部经，听到这个法门。可见得这些基本条件我们都具足了。真的是过去世有好深厚的善根。那现在问题，我们这三心有没有发出来，这个大家就不一样了。谁能够发三心，那这一生就永脱轮回了。咁三心一定信三法，至诚心呢个系根本嘅根本。至诚系讲真诚到极处。对佛、对菩萨、对一切众生、对人、对事，我们就用一个真心。各位千万不要怀疑，我用真诚对人，人家都呃我，用虚假的心对我，那我就不是吃亏上当吗？对的，吃亏上当，你能吃几多亏？你能上几年当？后果到西方世界成佛啦，眼前吃这一点亏算什么啊？如果不肯吃眼前亏，那好啊，来生还是搞地狱、饿鬼、畜生，搞三恶道，这个字叫真的上当啊。这个账我们要算清啊。眼前亏不是真正吃亏啊。忍辱波罗蜜，精进波罗蜜，禅定波罗蜜。一切我们守法守规矩是持戒波罗蜜，通通能放下是布施波罗蜜。世间人无知愚昧啊，将菩萨所修的六波罗蜜认为那些叫吃亏，那些叫上当。这个就是邪见，就是迷惑我们的善根。一定要认识清楚，不怕吃亏，不怕上当。身心是自利之心，真实的自利。回向发愿是利他。菩萨利他智是真正的自利。这个我们一定要知道。尤其生是现在这个大乱之势，现在确实是天下大乱啊。今天下午还有个同修来看我，他有很多的苦难，一面讲话一面流眼泪啊。我就跟他讲，今日苦难是正常的，你必须要看清楚这个是一个什么世界，心就平了。他说儿女不孝顺，我说儿女如果孝顺那就奇怪了。现在这个社会叛逆的社会，
论上道德完全无助啊！儿女不孝顺父母，学生不尊敬师长，部属背叛长官，现在是这个社会。如果说儿女孝顺父母，这个学生尊敬师长，这个怪奇怪了，太稀有了。所以不孝顺不尊敬叛逆，在今日这个社会来看，看中国看外国是非常正常的现象。我们明白了，你就心安理得，就不会再见怪，不会再难过，我养他养这么大了，忘恩负义，你就不会想这些了，念阿弥陀佛求生西方极乐世界了，心平气和，这个问题就解决了。一定要认识事实，不要自找苦恼。我们学佛，我们是一个觉悟的人，不学佛是迷惑颠倒啊。觉悟的人和他们的想法、看法、做法不一样。他们不知道因义，我们还知道。他们不知道报恩，我们懂得。我们尽一切力量去做，口里面讲的无用，做出来给他们看看。今日自行化他的一种方式，口讲不如身行。我们要有具体的表现。世间人将父母祖先忘记了，我们图书馆建立的这一日，这一边祖先牌位就供上了。你们忘记，我没忘记，你们不祭祀，我祭祀。我不是祭祀我一家的祖先，我们全国每一家的祖先，我们平等祭祀。早年我提倡见百姓宗祠，愿不成熟，我没有这个力量。咁呢个小道场建立，我喺呢度供牌位，呢、这个力量我有，我尽心尽力，我能做到。老师嘅恩，我哋决定不能忘记。我哋祖先牌位呢边供奉有孔老夫子。夫子代表老师啊，久远的这个老师，我们都还念念不忘，眼前的老师怎会忘记？我在台湾的老师没了，方老师过世了，李老师亦原籍了，张家大师更早就走了，我在台湾三个老师。老师对我的教训我没有忘记，依旧奉行。在大陆我现在还有两个老师在，我想想他的年纪应该都是85岁以上，接近90岁，这么大的年纪。一个在南京，一个在宜兴，
江苏宜兴，是我抗战之前教过我的两个老师。我知道他们的消息之后，逢年过节我都跟他们寄些钱去。我到大陆我一定要看看他们。人不能忘本啊，这个就是化他。老师对我们的恩德念念不忘啊，老师的儿女同我就同兄弟姊妹一样，一生当中我们都要照顾。我们的书没有白读，佛没有白学。这个具体怎样做法，大家能看得出来。前年我们印送大藏经，大陆每个寺院送一套，我们报佛恩。今年我发心送四副全书回要，我没有这么大的力量，希望大陆上每一个省能够有一套。现在大陆总共有22个省，3个特别市，5个自治区，总共30个单位。咁换句话讲，需要30套。呢个书系世界书局印嘅，我同佢买得多咧，又系送人嘅，佢对我特别优惠，一套卖我50万。我已经送咗11套啦，所以有50万我就送一套，有100万我就送2套。我希望全国每一个省都有一套，赠送的对象是这个省里面最好的一个大学，送给他们的图书馆。报恩啊！报土地之恩，报祖国之恩啊！咁孔子书就冇白读啦，呢个大乘佛法冇白学啊。佛法唔喺口头上，要喺行动上。希望同修都能体会这个意思，在这个大乱之势，你能够做一个好榜样给大家看，这个就是现身说法，这个就是教化众生。馆长非常慈悲，这一次到大陆，在大陆学校赏赐花藏奖学金，这个好事。看看哪些学校有缘，我们自赠花藏奖学金。这个我们花藏图书馆，我们在费用里面结余一些下来，
送到大陆去做奖学金。这个是我们这个图书馆这个正宗学会所有的同仁通通都有福了。这个钱是大家的，人人都有福了。发愿善愿，一定要知道广结，人要有福啊，唔要有好多钱，嗰、那个钱靠唔住噶。呢、这个佛事上讲，财为五家共有啊，你边能保得住呢？这个五家共有，第一个官府没收了，你犯了罪没收了，在从前这第一条啊，水火水浸了，火烧了，盗贼偷去了，这些都没了，最后还有个败家仔啊。我啊，这个今日下昼遇到一位同修讲起啊，佢好苦啊，女儿啊，女婿呃咗佢，将佢嘅财产呃走咗，欺骗佢啦。呢、这个事情多啦，喺美国啊，我仲听讲有一个仔啊或者系女，将佢妈妈卖咗，喺旧金山真嘅卖咗啊！卖俾一个咩？一个老华侨卖咗啦。佢呢个儿女仲冇将佢卖咗，只系将钱呃咗，比佢嗰个好太多啦。社会系奇奇怪怪嘅事，无奇不有啊！三心就系真诚心。心心回向法源心，三心要一心中修，一念当中修，一念具足三心，自利利他，尽心尽力去做。上一次到大陆，我哋组咗一个团，同我去嘅有唔少人。你哋见到，你睇到大陆嘅同修，呢个睇到乜嘢呢？布施嘅果报啊！我呢个系例子啊！我呢一次到大陆，能够受到咁多人欢迎，咁多人嘅关注帮助，原因是什么？咁多年来对大陆布施的果报啊，这个你亲眼看到的，这个不是假的。你去得不到，为什么呢？你没有布施了嘛，没有收恩哪来的果啊。现在我们台湾同胞到大陆投资做生意的人好多，更要明白这个道理啊！得财富是果，布施是因啊！你不肯布施，怎会得富贵呢？佛在经上事上讲，财布施得财富，法布施得聪明智慧，无为布施得健康长寿。财富、智慧、健康长寿，这三样东西你都要啊！三种布施不肯收，
从边度得嚟啊？得唔到噶，日日就打妄想，冇用啊！所以你如果想赚钱，你就大布施，咁财源就永远不尽啦。呢个系真理啊，一啲都不假。所以三心要是一念中修，认真修，你的妄想、你的烦恼，自自然然就少，智慧增长，心量拓开，这个是真心的显露。大乘经常时常讲，心包太虚，量周沙界，那个几自在几快乐，要从这个地方将自己的心量拓开。这一章上品上生章里面很多很多的原理原则，一直灌到底下的八品。所以在九品里面，我们这一品讲得特别详细，善道大师注脚亦特别多，后面我们就可以省略去读了。佛在经常讲，赞叹念佛人，真正念佛的人，佛讲当知此人则是人中分陀梨花。这个分陀梨花是白色的莲花，观音世智为其圣友，这底下经文上都有。观音菩萨代表大慈，大势至菩萨代表大智，大慈悲大智慧，当作道场生诸佛家，为真正的佛弟子。佛同阿难讲，你要认真修持佛在本经所讲的，就等于修持无量寿经的名号。由此可知，念经和念佛无两样。真正符合大势至菩萨在《念佛圆通章》里面所讲，忆佛念佛，现前当来必定见佛。我们读经是忆佛，经常所讲的西方世界依正庄严，我们对于西方的境界读一篇就熟悉一篇，读两篇就熟悉两篇，读得越多对于那个境界就越熟悉，能生欢喜心，能发真实愿。所以念经和念佛的功德是一样的，这个是佛在经上明明白白的跟我们说。这个讲到这一段，我们还要回去找经，这个讲得太久了，经在哪里都不见了。在214面，
讲咗咁多日，呢个经文究竟讲到边度呢？我哋去睇睇经文，214面第六行，214面第六行，具三心者必生彼国，就讲到呢个地方。这个注解就讲到这个地方，下面再看经文，复忧三种众生当得往生，何等为三？一者慈心不杀，具诸戒行；二者读诵大乘方等经典；三者修行六念，回向法愿，愿生彼国。我哋呢个经文念呢一段，回头再睇善道大师嘅注解。呢、这个注解系235面，我哋接住睇倒数第三行最后一句，仲有个五。呢、这个五系呢一章经文里面第五个小段，从复有三种众生以下，精明简机，堪能奉法，依教修行。这个就简别了，除了前面发三心那个人一定往生，还有三种人亦可以往生。这个就是将这个讲出来了。六，从何等为三啊？自六念以来，证明受法不同。这个是说明你三种人要回向法愿求生净土，亦能够得生。那底下讲，即有其三：一，明慈心不杀；现杀业有多种，或有口杀，或有身杀，或有心杀。这个是先将这个杀业的三种先讲出来，下面再说明什么叫口杀，什么叫身杀。因为这一条里面是属于本经所讲的三福，三福里面第一条，孝养父母，奉事师长，慈心不杀。这个是属于第一条里面所包括的慈心不杀。然口杀者处分许可，名为口杀。这个口杀就是下达命令，虽然不是自己杀，你叫他去杀。那个杀生的人执行命令，你是下达命令的人。你在屋企是主人，如果你屋企有工人，今日我要想吃个鸡，你跟我杀一只鸡，他不能不杀。这个是这个杀意是谁做的？是你做的，不是他做的。他的罪轻，他不能不服从命令，实际上是你杀的。不要以为我没动手，是你下的命令，你要负责任。 你有罪，執行的人他有过，最重过就轻了。他是过，你下达命令的人是罪。这个是口杀。这个身杀呢，动手，自己动手，或者自己没动手，指受。这个家里，比如说从前家里养的牲畜很多，指着那一只羊
捉落嚟杀佢。咁呢个不但系口杀啦，仲有身杀啦。你指住佢啊！呢个属于身杀，言心杀者，思念方便计较等，就系你起心动念要杀生。呢个系决定唔可以嘅，呢个罪业非常之重，而且呢里边含有冤业，佢死得不甘心啊！不甘心，换句话讲，佢将来要报复，而家不能报复你。我哋俗话讲啊，你而家好幸运啊！你正在行运的时候，这个鬼神贴不上边，不敢惹你。现在你势力正在旺的时候，等你的好运行完了，倒霉的运来了，这个冤家债主就通通都来了。那个时候来讨命的，来讨债的，来报复的，全都嚟啦！人系一生当中这个算命，佢懂得啊。命系五年一转啊！人一生当中一定有最好嘅五年，亦有最坏嘅五年。谁真正好命嘅人，系好运留喺晚年。晚年行好运，嗰啲系真正好啊！如果好运年轻的时候行完了，晚年无好运，感情凄惨至可怜。这个是我们必须要知道的。你如果真正明白了，知道这个事情，好运在年轻的时候，那怎好呢？我不享受，不接受，你的好运会延到晚年。由此可知，命运虽然是有，但是这个改变命运、转移命运，确确实实操纵在自己的手上。所以年轻吃一些苦头不在乎，身体体力能抗拒得过去，多吃一些苦无所谓。年轻的时候有钱，钱散了好啊，晚年时候有财富不吃苦了，这叫真正享福啊。有人时候啊，财用不欠缺啊，这个叫真正的福报。如果福报在年轻的时候来了，不知道保持，好容易掉了，晚年再亦无了。这个好运会行完的，那就好可怕了，好悲惨的。这个事情如果各位冷静观察一下，你的附近亲戚朋友邻居，你都能看到，看到他年轻的时候飞黄腾达，老的时候无依无靠，孤苦伶仃，你能看到。年轻的时候刻苦耐劳，不贪图享受，而且能够帮助社会，帮助大众，万年享福。这些事情无论在理论在方法上，了凡四训讲得非常透彻。所以命运确确实实掌握在自己的手中。所以这个这一条是三福里面的世俗善根。若论杀业，不减四生，皆能招罪报，招罪障生净土。
我哋发愿求生净土，呢、这个杀业不断，好难往生，呢、这个系个障碍。但于一切生命起于慈心者，对待一切众生要生起慈悲心，即是施一切众生寿命安乐。你咁样去做，就等于布施众生嘅寿命，布施众生嘅安乐。呢个三种布施叫做无为布施。无为布施嘅果报得健康长寿。今日讲爱护众生，爱护动物非常非常嘅重要。同修当中，纵然不能断肉食，决定不杀生，这个是要严格的去遵守。亦是最上圣妙戒也，此即合上初福第三句，运慈心不杀也。正话讲了三福里面第一福一共有三句，这个第三句慈心不杀，即有止行二善，只是禁止，自不杀，故名止善，又能劝人地教他不杀，这个是行善。自他初断名止善，不竟永除名行善，这个杀生的意念都不生了，这个是属于行善。虽有止持意善，总结成次下行也。总而言之，归纳在第一幅这个三句范围之内，慈心不杀。这个底下具诸戒行，我们下一次再讲。